当女友假装健身教练。请自驾吗？你给我离远点，你在外边别给我整业务啊，这么多人呢，我跟你说。我看你人长挺帅，就是肚子。你干哈？你别，你快上手啊你！你这人有毛病啊！应该很多人叫你小胖子吧？我要你管，你自己练好你自己得了。你跟着我练呗，我给你一对一指导，还免费试课。还免费？啊，那累不累啊？不累，我很温柔的，包你满意。嘿嘿嘿，那去哪儿啊？不是，关键你这身材我看一般呢。我这身材怎么了？很好的，好不好？试一下。你去哪儿啊？去房间。去房间？你来吗？哎呀，这屋好啊，教练呐，我都没见过，这都是干啥的？但是这个我熟，这是按摩床吧？可以按摩这个。那一会儿你帮我按吧，你几号啊？999号。啊？不对，我今天是教练。对，今天是教练。那什么模特？请问教练，这个设施怎么用？这个是练背的哈，我先给你示范一下，一会儿你就照做。好，示范一下，教练。嗯，先站上面。啊，站上面。趴好，收腹啊。嗯，对手放在耳朵后边，来哈，下去，起的时候吐气，对，好，非常好，来吐气，二三，对呀、啊。啊啊，这怎么你练我了呢？啊，对，教练练我，教练练我，专业。这个东西，教练，这个造型非常奇特，这是怎么玩的？这个特别爽，特别爽。这怎么练呢？这一看效果就特别好。来，啊，躺着，还得我躺下。对，教练练我。嗯，哎，终于轮上我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好，咱。你难道真的不练什么呢？这个教练。这个练 iPhone。你说光亮的来看我，一分就是一。